您好，就是您今天来参加这个瑞邦慈金融慈善夜，就是说您有什么想法吗？对，这个活动挺好的。我今年应该是连续，我都不记得第几年了，基本每年我都在参加。他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算是基金会吧，很多孩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原来是小不点儿的，现在长得很大了，变成独当一面的孩子，变成很有领导力的孩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协会本身呢做得非常成功，很多孩子以 MOVE 得到很好的锻炼，而且呢这个社会呢反响越来越大。今天我你可以看到，不光是这个社区，甚至联合国的组织也参与进来，一起筹办一些绘画呀、艺术活动。所以你看着他这个协会给孩子提供很多机会，所以我很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，来支持他们。哎呀，非常好！我刚才看的那个流程啊，好像您今天晚上也要唱一首歌是吗？这个歌我出乎我预料之外，因为我原来。他们原来说要我唱，但是我说今天我有些这个嗓子不舒服不唱了，所以现在应该还是没确定吧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您一定要唱谢谢你，好好。